แล้วบัตรทำงานล่ะตอนนี้กำลังทำอยู่ค่ะยังไงก็ต้องใช้นะ这叠没有证，你还能够不用呀？你给我工作。我后面会帮我找工作呢。我老板哪个缺人呢？你给我看。你是明天哪个来那个？大叔来呢。我也希望你说来到工厂，我们就不要想到曼谷的城市里面了。叫你去了，新朋友。妈，我跟你讲，我找到工作了。每个有男朋友，有呢，就那个阿哥啊，行行那个阿哥啊。我想多了，我在那里拜完嘛，要回跟米莲开服装店。你不需要钱，你个蛮高吗？我就是想去城市里面，你要在工厂的话，没你多个在。不就浪费钱了这个班子啊？但是你不需要，我需要呢。上回就给我八千，那么值钱干嘛要给？在台湾还不是打工，有没可唱？有想过结婚？有想过，可惜还不等你。